先生，子琪回来！民众正在攻击我们救护车车辆，请联络警区立即到达现场啊！录影。在我们接近伤者的途中，我们就看到殴打患者的民众，女性就持木棒朝我们救护车方向靠近。那当下我们人员自保是先做一个退避的动作，那过程中另外一名男性施暴者呢一路往前走，那企图阻挡我返回救护车的去路。那我们顺利避开患者的攻击后呢，回到救护车上，女性施暴者仍然持棍棒持续的攻击我们救护车，造成救护车多处车体受损。男性施暴者还一度扯开我们救护车的驾驶座车门，影响我们后送的程序。窗户安你来，安尼像看个几台车用咯？八台啊！啊，状况是怎么样？怎么会砸得这么严重？不晓得。是啊，你是昨昏人伫遮啊？我在里面听到有那个敲打玻璃的声，我才出来。出来，他们看到我，他们跑，你敲好了要走开的，我有看到他，他有转头看到我。对啊，我就马上打电话报警了。因为我们现场也有教练，也有跟他说小心哦，有人要降落了哦。而且我快要到他那时候，我就有跟他说抱歉，然后他就直接就一大群就围过来了。他也可能 有看到他下来，他故意好像有点退一步去碰到他的，有没有碰到我不知道，就感觉好像是故意去碰。好，帮你，用脚。